本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因为疫情关系全都在网络上举行。45年来 TIFF 发展成世界最有影响力之一的电影节。今年参展电影数量虽然只有50部，远远少于往年的几百部，但仍然没有影响它北美最大电影节的称号。家国纵横星期五东岸时间晚7:55，西岸时间黄昏4:55城市电视播出。幸福商风素之家国纵横是由幸福商风素赞助播出。